今嘛来行这个旭海草原游乐区步道。哎呀，在停车场伫遮啦，拄啊起来的这个所在啦。咱今嘛遮资讯站遮，啊，今嘛就现在位置遮，等下可能行位遮海边啊去啦，钓一步道行过，啊，等下位遮甲行倒来，坐一阵。啊，遮可能都会伤风啊。伤风啊！遐个有一个火车站。哇！哟。铁路，铁路尔啦，唔知道有搁有咧行无啦？可能有哦、喔。南回敢有到遐？唔知呢。啊，即等下看到只迄落，只迄种植物啦。植物，好，行，出发。这行一段差不多四十分钟，好，适合健行踏青啊。出发，草原步道，行。行。哦，咱顶间哦行过一届啊，才注意哦，这涂骹落寡霉。哦，好汉坡。拢好啊，坡道可能会有迄落落果霉，要注意。哦，起来啊！加一块啊，尔要起。好。有怎我咧起？卖着急，还是怎啊？头前有人诶，看咯，紧诶，紧诶。拢无人，有啊。蝴蝶。哦，头前蝴蝶。看蝴蝶呢，也好听。对。加果子呀。哦，乌乌色的呢。加加加。翕袂着背光，不要紧。哦，等下遐阁有一个迄落好汉坡。哦，好佳哉，即摆无落雨啊，沾。拄啊落足大。拄啊要出门，伫饭店要出门吼，落足大个。但是伫饭店个大厅落足大尔，伊甲咱载落来停车场，就无啥雨啊，毛毛雨啊。尾啊开车出嘛，拢无雨啊。就是云飘过的无。嘿啊，啊昨就落几工，几乎落几工啊。所以阮昨就嘛，系啊，对家己来，搁来当去任务，揢物件，揢了，开来到饭店嘛，差不多四点啊，就直接去 check in 啊。升挂水吓。系啊，就升。升水，升保龄球。升迄个饭店的设施。蝴蝶。哦，蝴蝶。哇，遐飞啊，嘿啊！我拄啊暂停，伊甲飞来。哦，我遐一只蝴蝶，我遮蝴蝶真侪。生态真好啊，空气真好。嘿啊。因为遮较无人来啦，拄啊会较四五只车尔。对啊。来嘛，好，要到啊。要到草原啊！哦，到哦，这风景敢若水呢？这叫旭海大草原啊！哦，规片的山，哦，水哦，这基地台哦，敢是？诶，敢气象的吧？哦。啊，对啦，中央气象局雨量自动侦测啦。啊，这个就是在测雨量的，看，就一毫米一毫米，哎呦，哎呀，测风速。哦，这风景真水呢。哎，这是雨量孔啊，还有雨量孔。啊。这个就是雨量孔。
是啊，对啊。我甲你讲，你捌听？这记咧余亮堂遐，余亮堂。这余亮堂。嗯。刚好的话，的话这样。蓄电池。你干嘛去日记？系啊，好以为啊无啊，迄种破坏咧。好啊，行啊，紧诶啦，无等伊伤晏。他就是有的就闲闲没事就喜欢破坏啊。